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一胡扑克牌哈，总共52张嘛，哦，然后分成呢这个黑桃、红心、方块、梅花，那每一色哈，每一个色牌呢有13张，从 A 代表一啊，哦 A 代到 K 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1、12、13，也就一个色哦，一色的黑牌，一色的牌哈，总共13张，23乘以4刚好是52张。好，那分别标志着哦 ，A、K， 哦 ，QZ 啊哈，啊这十啊到二这样子，今从这副牌中任抽取一张，哦，从52张里面任取一张，问哈。第一小题啊，这张牌是黑桃的几率，因为黑桃占全部的1/4嘛，哦，各13张，13张，13张，所以它占全部的1/4，所以抽出黑桃的几率是1/4啊。再我们看第二小题，这张牌是二的几率多少？那二的话哦，总共有4张嘛，所以是52/4。4/14、4/14、4/32，所以是13/3的，啊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三小，这张牌上标着英文字母的几率，哦，标着英文字母的几率的话，哈，就是说你看一个就可以了，就是说哈，这是三张嘛，其中有多少呢？其中有4张呢是英文字母，所以是13/多少呢？是3/3这个，哎，四啊，或者你算全部的也可以，算全部的话哈，这个英文字母的有几张呢？这个有一色牌，它有4张嘛，所以是4乘以4，哦，4乘以4嘛，然后总共有几张？总共52张，52张上就13乘以4啊，所以你要约掉嘛，约掉还是13/4。